的身体为此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加大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又见呢比珍珠璎珞呀长出香水具八功德琉璃呀璎珞百千光明同时照耀床幡呢这个网盖呀入室等物像这样的等等的物一切皆以呀众宝所庄严的又复见彼呀这个优波罗花波头摩花有这个白莲花红莲花青莲花巨头花芬陀利花这个小白花各个呀生于无量诸花每一种花又生了很多的花回到一个手掌那么大回得呀长一肘那么长回复啊众广犹如啊车轮一样的在每一个花中皆系啊视线种种的这个烟色种种的形象以为啊庄严那么来呀、庄严这个道场各位男色相女色相同男色相同女色相是凡护世天龙夜叉千塔婆恶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声闻缘觉悉诸菩萨入世一切众生色相皆悉合掌去供礼敬就是所说的有这个男人的这种形象有女人这种的色相又有童男的色相又有童女的色相又有十体欢运大梵天王和这个护世的四大天王又有啊天龙八部夜叉千塔婆又有恶修罗又有迦楼罗又有紧那罗摩诃罗伽又有声闻的色相又有缘觉的色相又有啊一切菩萨的色相像啊这样的一切众生的色相都是啊在那合掌鞠躬来礼敬又见呢如来在那结跏趺坐有三十二种的大人之相又有八十种的随行好来庄严其身又复见呢在那个法界的净琉璃地一部见一部的见现不可思议的种种的这个色的形象就所说的世界的色相菩萨的色相如来的色相
和一切啊诸楼阁的庄严的色相，就与宝树在这个枝和叶和花果一世中，在每一个里边细见种种半身的色相，见到啊，种种半身的现出来这个色相，所谓啊，就是佛半身的色相，菩萨半身的色相，天龙啊、夜叉和这个护世四王，转轮圣王，或者小王，或者王子。回着大臣，回着官场，回着呀，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这种种半身的色相，在这个种种的色相里边，回着拿着花，回着拿着幔，回着呀，只是璎珞。或者呀，只是一切庄严的器皿；或者呀，有屈躬合掌在那儿啊，打问心，礼敬，一心呢瞻仰也目不展舌；会有赞叹的，会有啊入这个定的，他这个身呢、气仪啊、相好都非常庄严，普放啊种种诸色的光明，就是所说的金色的光明、银色的光明、这个珊瑚色的光明、豆沙罗色的光明，也有地青色的这个宝的光明，又有毗卢遮那的宝色的光明，一切众宝色的光明，占婆伽花色的光明，又见诸楼阁呀，有这个半月相中啊，出了无量数那么多的日月星许的种种光明，普遍照耀十方啊，这个所有的世界。又见呢，诸楼阁啊，周回四壁啊，一呀、部内每一部内，一切众宝以为啊，它的庄严，一呀、它宝种。觉现呢，弥勒呀，想结修行菩萨道的那个时候，回思啊头目，或者呀是这个手足，或者呀唇，或者呀舌，或者牙齿，或者呀耳朵、鼻子、血肉、皮肤、骨髓，乃至啊。找法入世一切细节能舍都能布施，妻妾男女诚意聚落国度王位随其呀、所需啊尽节呀、私欲都能布施给其他人。处牢狱者，在这个牢狱里头这个人令得处理，叫他处理牢狱。被祭服者，被呀、在那绑着的，使其呀、解脱，令他得到解脱。有疾病者，有这个病的人，为其呀、救了，给他呀、把病治好了。入邪境者，走到那邪路上去的，使其正道，给他指示一条正路。或者呀、
作为一个航海的船师，使令了所有的众生他渡过去这个烦恼的大海。回味啊马王能以啊救护啊这个一切一切的如何呢，回者为这个大仙善说呀一切的诸论义法，回者为这个转轮圣王劝众生啊修行这个十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贪，不嗔，不痴，不妄语，不欺语，不恶口，不两舌，修这个十善业。回味啊一个大医王善于疗治众生的所有的病，回者呀做一个孝顺父母的孝子，回者呀亲近善知识，回者呀做一个声闻的二乘人，回者做这个圆角的阿罗汉，回者做这个菩萨，回者呀做佛，教化调伏所有一切的刚强的众生，难调难伏的众生，回者为法师啊奉行啊佛所说的教法，受持啊读诵大乘的经典，入理思维啊一切的佛法，立佛之体，就造佛这个塔庙，做佛的形象，要自供养或者自己供养，要劝呢与他领他人供养啊，回来涂香散花恭敬啊来礼拜，入世等事啊啊相续不绝，什么看见回见坐于狮子之座的王眼说法啊，劝诸众生啊安住啊他这个十善上，一心呢来归向啊这个佛法僧三宝，来受持五戒，或者呀八关斋戒，或者劝人出家听法，受持啊来读诵，入理呀修行和这个理解的来修行，乃至见于啊弥勒菩萨百千亿啊哪有他那么多恶僧奇劫，修行啊诸度啊诸横一切的色相，也见这种色相，又见弥勒啊啊僧所成事，他所成事的诸善知识，系一切的功德庄严，一见弥勒啊在彼一一善知识的道场里边亲近供养啊，受行啊这善知识的教化，乃至啊住于灌顶之位，最后的这一生是诸知识啊，这时候这一切的善知识告善财言呢、啊、是吧善来童子啊，如观此菩萨不思议的这种事业啊，莫生培养呢、啊、你不要啊生出一种厌倦，而是善财童子得不忘失的意念力量啊的缘故。
所以得见了十方清净的法眼的缘故，得善观察无碍啊智慧啊的缘故，又得诸啊菩萨自在的智慧的缘故，得诸菩萨一入啊智慧之地的广大的这种解脱的缘故，一切楼阁中啊衣物中啊细见入世基于无量不可思议自在的境界，诸庄严的事是，譬如有人呢、于睡梦中见种种的物，所谓啊，回着城邑，回着聚落，回着宫殿，回着园院，回着呀山林、河池、衣服、饮食等等，乃至一切之生之具，回见自身的父母兄弟、内外呀的亲属，回见呢大海，须弥呀山王，乃至一切的诸天、宫殿等等。阎浮啊提等等四天下这一切一切的事，回见其身行量啊广大百有旬，那么他房舍衣服细节呀、相称啊、都是啊正好。咱们万佛堂啊在9月19就立呀、为观音菩萨开光，那么到时候啊，现在听说马来西亚有5-6个团体的组织啊这个观光草团来参加这个观音菩萨开光和这个三步一拜的圆满那么庆祝的典礼，还有啊这个万佛殿也开光，那么他们那儿有5-6个团体呀、听说吉隆坡一个地方会得有60多个人来参加，那么现在又听说啊新加坡有一个航空公司也卖广告，说是要啊带人来参加我们这个开光典礼，是以200人呢为限额。那么其余的香港啊也有很多人要来，台湾相信也会有人来，那么泰国有没有人来是现在还不知道。那么这样看来呀，咱们这万佛城所有的工作咱们要尽量啊赶快都把它做好了，到时候和这个房间呢都能用，咱们造的新房间和旧房间和所有的各处的这个房间都可以用了，所以各位啊都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咱们赶快筹备啊，准备到开光的时候来应付啊这个大的法会，每一个人都有答应的，都要想一想啊咱们应该怎么样做法，这一点各位啊请特别注意一下。还有一位叫程西教授，这位教授啊在香港我就认识这位教授啊，他常常到我佛教讲堂啊也给讲过
力气。以后他就到往英国剑桥去，一方面读书嘛，一方面就在那儿当助教。他在剑桥大学大要是拿到一个 master degree， 现在也在这个国家。他自己呀愿意来到我们这儿看看各位，听说各位在这儿啊这么样为佛法而努力，他很羡慕，所以想要到这儿来看一看。在明年的暑假的期间呢，他准备用三个礼拜的时间呢来到我们这儿教我们画画，用这个禅意来画画，有教中国的文化，教三个礼拜。这一位教授啊，他对佛学也是很有研究的，所以我们这个也是很好的机会，在明年呢又有这样好的机会呀、来学习画画，又学习音药，也学习呀佛法。这位程教授啊，就是我们那个万佛城那个城市新参与一个作者。我现在先告诉各位的这个消息，令你们各位先多打一点妄想。
这一切法皆入啊梦幻，都好像梦似的。啊，俺们人天天在梦中，也不能啊知道这个梦里头的这种境界是在做梦。等要梦醒了，没有人告诉你是做梦，你自己也知道啊是在做梦的。能灭一切的众生，这种狭劣的这种思想，得到啊无障碍这种广大的解脱的法门，诸诸菩萨圣境界故，能啊安住在这个一切的大菩萨这种殊胜的境界里边，若不思议方便之故，又证得呀这种不可以心思不可以言意这种的方便的智慧，能见呢入世自在呀的境界。啊，譬如有人享誉命中啊，将到死的时候，见随其业所受报相，自己要临命中的时候，自己就看见自己呀所应该受的果报，所造的这种业应该受的这种果报，这个样子都现出来了。行恶业者啊，净造这个诸恶业的这样的，见于地狱，他就会见到地狱，见到这个畜生道，就见到这个恶鬼道，所有一切的众苦的境界，受的苦这种境界，回见狱卒啊，那个地狱的那个狱，管理地狱那个狱卒，那个手持兵杖啊，手里拿着兵器，或者拿着惩罚人这种的东西，毁尘毁骂，或者对这个犯罪的这鬼生一种嗔恨，或者呀就痛骂这个犯罪的这种人，秋旨讲去呀，把他呀拿去就捐到那个地狱里头。一闻嚎叫悲叹之声啊，又听见呢有一种哭哭啼啼的什么叫苦连天的这种悲叹的这种声音啊，回答这个灰河见得这个湖的人回者看见刀山，回者就看见呢这个箭树，树上啊都是啊生的箭，种种的逼迫，有这个种种的这刑罚痛苦啊来逼迫，受出苦恼啊，能把受种种的这种苦恼，做善业者，前面是做恶业的，那么要做善业的人呢即见一切诸天宫殿呢，就能啊看见呢诸天上的人天人住的宫殿，无量的天上的众生啊天上的一切的才女，种种的衣服具足啊有庄严，
这个宫殿的园林境界呀、妙好，都是非常的庄严美观的。身虽未死啊，这个身虽然没有死呢，而啊有业力，而他这个业力呀、的关系，也见呢这种种的这种事。善财童子啊，一夫入室也是这样子，以菩萨的业不思议的力量，得见一切庄严的这种境界。譬如有人为鬼所施被这个鬼迷住了，这个广东话叫鬼上身了马来西亚他们叫杠童，叫降童，被鬼所持了，见种种的事，见到种种的这种奇奇怪怪的事，随其所问，你呀问他什么细节能答，他都能答复你的问题。善财童子呢，以福入世菩萨的智慧之所奢侈，见着啊这个宝楼阁一切的诸庄严事，要有问者，假设要有人问他，问善财童子没不能答问什么他都能答复。譬如有人为龙所持，被龙王啊这个神所持奢侈了自谓是龙，自己呀说自己就是个龙，入于龙宫，到龙宫去了，于少时间在这很少的时间，自谓已经日月年载呀，在这个须臾之间，他就说经过呀很多天很多个月或者很多年了。善财童子以福如是，以诸菩萨智慧呀这种思想的缘故，弥勒菩萨所加持的缘故在这个少时间内他就已觉得好像无量劫了似的。譬如梵宫里边名庄严藏这个大梵天王有个宫殿叫庄严藏，于中细见三千世界在这个里边细见三千世界。怎么叫三千世界？因为这一个日月，一个须弥山，一个四大部洲，这叫一个世界，既具一千个日月，一千个须弥山，一千个四大部洲，这叫一个小千世界，又继续一千个小千世界，这叫一个中千的世界，再继续一千个中千世界，这叫一个大千世界。因为三次都说是千，所以叫三千大千世界。咱们这个世界上咱们现在凡夫肉眼所看见的，只是看见这一个世界的形状。本来在这个尽虚空遍法界里头这个世界是无量无边的数不完那么多的，比这个人呢更多，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比这个微尘更多，所以你就三千大千世界，它还是有个数目，原来这个世界是没有数目的。
所以这叫啊三千世界啊，一切诸物啊，所以啊在这个世界里头一切的物质不相杂乱的，互相啊不杂乱啊。善财童子已复入世啊，于楼观中，在这个大宝楼阁里普见一切庄严的境界，种种的持别不相杂乱，互不相杂乱，入比丘入遍处定，就好像啊这个比丘入定了，入遍一切处的这个定，绕行绕坐或者不论他是行路或者呀站在那个地方，或者坐在那个地方，或者卧在那个地方，他都是在定中随所入定啊，在什么的境界上他都可以入定，入定这种境界都可以现前啊。善财童子已复入世，入于楼观一切境界啊，细节明了啊，他都啊明白。譬如有人于虚空中见千塔婆城具足庄严细分别之，为了障碍，又有一个譬喻，譬喻有这么一个人呢，在虚空里头见着这个玉帝那儿做药，这个阴药的神的城，这个阴药神所住的城啊，清清楚楚的，庄庄严严的，看的是真而又真，细分别之啊。这个里边呢，千塔婆城里边的万事万物清楚明了，他啊了然于心，自己知道无有障碍啊，什么障碍也没有。又譬如夜叉宫殿和这个人的宫殿，夜叉宫殿和人的宫殿同在一处，同在一个地方，人的宫殿不障碍夜叉的宫殿，夜叉的宫殿也不障碍人的宫殿，互相啊同处而不相杂彼此啊它是有条不紊的，各随其业呀，都是啊千塔这个夜叉有夜叉的业，人有人的业，各随其业而不相杂，所见不同啊，那么所见的也都不同。又譬如大海雨中细见三千大千三千世界一切的闪现，又好像啊这个大海似的，大海里边呢映照着三千大千世界，都在这海里头啊现出来这个闪现。又譬如环师，那个环素师以环力故，用他这个虚环的这个等力量啊来啊现诸环事，现呢一切一切的环事，
自有能现无，自有自无又能现有，自大能现小，自小又能现大。无所障碍，种种的作业都是啊，各随各的心意。善财童子以付入世也是这样的，以弥勒菩萨的大威神力的缘故啊，和这个不可思议的这种虚幻的智力的缘故，能以啊虚幻而妙不可言的这种智慧知诸法呀性，知道一切的法性，得诸菩萨自在离苦啊，他得到一切诸菩萨的那种自在任运的那种神通力量。见楼阁中见到弥勒菩萨这个大庄严藏大宝楼阁的里头啊，一切庄严自在的境界无不现前，都啊现出来啊，在他的面前啊，也在他这个定中，也在他这个三昧里头现出来，没有啊一点的杂乱无章的这种情形，这种境界。尔时弥勒菩萨摩诃萨具奢神力入楼阁中，弹指作声告善财言，就在这个时候，这一位啊无能胜菩萨中的大菩萨即舍神力啊，就用他的这种神力来摄持啊一切的众生，他也到这个宝楼阁里边来弹指作声，用手指啊怎么弹指弹指啊出来有一种声音，这个声音里边就告诉善财童子说，说善男子其法性入世啊，说这个诸法的自性就是这样子，此是菩萨知诸法智，这个就是啊这个菩萨明了一切法的一种智慧，一种啊方便因缘聚集啊，这是这种因缘聚集而啊现出来的所现之相，是啊所现的这种相状，入世自性啊像这样子的这个自性啊，是入幻入梦的。你说他是幻，他还是有一点形象啊，也好像啊在梦里头啊的境界一样的，又好像这一个影子没有实体，
又好像啊所照的这个像一样，岂不成就啊？你要是执照他，他都会没有了。而是善财呀、啊，闻弹指声，这个善财童子啊，听见这个弹指的所发出这种的说法的声音，从三昧起啊，他就出了这个定了。弥勒告言呢、啊，这个弥勒菩萨又对他说了：“说善男子啊，如诸菩萨不可思议自在的解脱的法门呢、啊，受诸菩萨的正定正受的喜乐呀，啊，得到这种法喜充满。”能见菩萨神力啊，你能啊亲见这个菩萨这种神通的力量，所持助道啊，啊你用它来持帮助修道，所留愿志，所流露出来的一种大愿大志，所现种种上妙的庄严功言，啊，所现出来的有种种，啊，最妙的这无上的庄严宫殿，见菩萨横啊，你见菩萨修行啊，这种横门，闻菩萨法。你听见呢菩萨所说法这种法门，知菩萨德呀，你能知道菩萨所修的功德，了如来愿呢，明白佛所发的愿，善财白言威严圣者，是善知识加倍加倍意念威神之力。善财就、啊、对弥勒菩萨说，说唯呀、啊、说是的啊，是这样子，圣者啊，这个大圣人你呀、啊、这世上知识啊加倍呀、啊、我和意念我啊威神的这种啊慈悲力量所成就的圣者，善财童子说：“大圣人，此解脱门呢、啊，其名何等？说这个名字叫什么？这个解脱门的名字啊？”弥勒告言呢、啊：“说善男子，这个解脱门。”名字叫啊入三世一切的境界，不妄念智慧的庄严藏解脱门。善男子，此解脱门呢、啊、这个解脱门总有不可说不可说那么多的解脱门，一生不处的这个菩萨之所能得，他们才能得到这个终解脱门。善财问言呢，善财就问了，说此庄严是啊，是这种的庄严的境界何处去呀？他到什么地方去了？那怎么现在我看不见了？弥勒答言呢、啊、说于来处去，说你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吗？他从什么地方来的就到什么地方去了。曰从何处来呀、啊、那么善财呀、啊、又问说，那么他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究竟他是在什么地方来的呢？嗯，曰从菩萨智慧神力中来，
说这种境界呀、啊，这种正定啊，是从这个菩萨的所修的智慧所证得的神力中来的，以菩萨智慧神力而住，他们住啊也是住在菩萨的智慧和神力这个境界上，无有去处，他呀是不来不去的，已无住处啊，他也没有一个指着的地方啊，非寄非堂啊，他不是啊寄居的，也不是一个长的啊，不断的远离一切啊，他远离啊一切的这个心思啊言语啊这种的境界。善男子，如龙王降雨啊，我再跟你说一个譬喻来比方比，譬喻，就好像那个龙王降雨似的，不从身出，那个雨啊，不是从龙王身上出来的，不从心出，也不是从龙王啊心里生出来的那个雨，无有寂寂呀，龙王也没有把那个雨啊收起来呀、啊。放到一个仓库里头，等着下雨的时候再把它从仓库拿出来，也不是的，而非不见，可是啊，虽然也不从他心生，也不从他身生，可是这个雨还是有形象，不是啊没有所见啊。当以龙王心念力故啊，这就是啊龙王一动这个念，一动他这个心念啊，就下雨了。佩然红柱啊，啊很快的就下来那个雨了啊，周边天下呀，周边这个所有的世界啊，入世境界呀、啊，不可思议，这种的境界、啊、是不可思议的。善男子，比庄严士啊，这种庄严士一复入世也像这个似的，不住于内，已不住外，也不住在外边，而非不见，可是啊你能见着这种境界，大有菩萨威神之力呀、啊，就是啊菩萨的大威神力所成就的如上根力，你也没有上根，所以能见着这种境界，切知是见知是事啊，你能见着啊这种的境界。善男子，譬如缓师啊，缓速师做诸缓事，做一切那个虚缓的那种的戏法，无所从来呀、啊，这也是啊无所从来的啊，无所至去，也没有所到的地方，虽无来去，以缓力故，以这个虚缓的力的缘故啊，分明可见，见得清清楚楚的啊，比庄严士以福入世也是这样子的啊，无所从来，以无所去呀、啊，虽无来去，然已呀、啊，惯习往昔呀、啊，在以前这种啊习惯，这种熏陶习惯啊，不可思议这种力量，缓滞啊这个力量所变现的，具有往昔大愿力故，或。也有这个以前所发的大愿力才能这样子呢，入世显现呢，像这样子的显现出来这种境界。善财童子言呢，说了说大圣从何处来，说大圣你是在什么地方来的呢，眯了眼
弥勒菩萨就说了，说善男子啊，诸菩萨无来无去呀、啊、所有的菩萨他也都是无所从来无所从去，如是而来呀、啊、他都是这样子来，无行无住，他也无所行也无所住，如是而来啊，就这么样来的，无处无着，他也没有一个指着的处所，也没有一个指着的境界，不末不生啊，他也不会没有，也不会啊生出来，不住不迁，他也啊不住于一处，也不啊搬到什么地方去，不动不起，他也不动也不生起，无恋无着，没有所留恋，也没有所贪着，无业无报，也没有一个业果呀，这个报啊，本来是无相的，无起无灭，也没有起也没有灭，不不断也不长，它是啊如是而来呀，就这样来的。善男子，菩萨从大悲处来呀，你要再说给你听一听啊，菩萨就从啊大悲心呢而来的，为调伏啊所有的众生，从大慈出来，也是从大慈心呢而生出来的，为欲救护啊所有的众生，从境界出来，从清净的界呀、啊，是清净界而生出来的，随其所乐而受生处啊，随他自己所愿意的，他就受生啊来做人。从大愿出来，他也是从他往昔所发的大愿那个生出来的，往昔愿力之所持故，这个愿力来支持他，从神通出来，也是从神通啊妙用的地方来的，一切处啊随乐现故啊，在什么地方啊他欢喜他就现身，从无动摇出来，从啊这个无所动摇那个地方来的，恒不舍离一切佛故啊，常常的他呀常吹佛晓，不舍离一切的佛，庄严的境界也是从啊没有索取也没有所舍这个地方来的，也不是啊意识身心啊令他啊往来啊故意有造作令他有所往来的，从智慧方便出来，这种啊庄严的境界也是从智慧和这个方便这种法门呢来的啊，随顺一切诸众生故啊，他能啊恒顺众生啊，使令众生啊的欢喜，从视线变化出来，也是从视线变化来的，犹如影像啊，好像啊那个影子一样，就好像那个照着相一样，而化现故，在这个非有非无的期间来化现出，
啊，人善男子啊，可是啊，善男子你要知道，如问于我，你问我呀，是从何处来，从什么地方来的？啊，善男子，我从牲畜摩罗提果而来呀，我从我生的地方啊，摩罗提果那个地方来的。于此到这个地方，善男子，已有聚落，那块有一个聚落，名为房舍，啊，名字就叫房舍。有长者子，有一个长者子，名了聚波罗。啊，我为的化其人，令入啊佛法，令他呀 啊明白佛法。而住于彼呀，我所以呀在那个地方住，又为牲畜一切人民，我又为我生的那个地方一切的人民啊，随所应化啊，随缘随分，到处啊所应该教化的众生而为啊说法。一位啊父母啊和这个一切的眷属婆罗门等演说大乘，令其啊取入这个大乘的法门啊，所以啊我就到那来住于彼，我在那个地方住，而从彼来，而啊我从那个地方来的。北童子言：圣者，何者是菩萨牲畜？什么叫做菩萨的牲畜呢？答言：善男，菩萨有十种牲畜啊，何者为十呢？善男子，菩提心是菩萨牲畜，你发这个脚道的心呢，这就是菩萨的牲畜，菩萨就从菩提心生出来。菩萨生菩萨家故啊，你有发菩提心就可以生在这个菩萨的家里头。身心是菩萨生出啊，你有啊这个深深的信心，这也是菩萨的生出。生善知识家，你有深深的信心，就能生在啊善知识的家里边。诸地是菩萨生处，这个一切地也是菩萨生处，能生啊啊波罗蜜家故，能到彼岸。大愿是菩萨生处，能生啊妙横啊的家里边。大悲也是菩萨的圣处啊，能生四奢的家里去啊，不施爱与利恨同时四奢好。如理观察呀，是菩萨的圣处，能啊生这个般若波罗蜜，到彼岸的家里去。大乘是菩萨生出啊，能生方便善巧的家里去。教化众生是菩萨的生出啊，生到啊诸佛的家里去。智慧方便是菩萨的生出啊，能生啊无生法忍的家里去。修行一切法也是菩萨生处，能生啊过去未来一切的五来的家里去。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以般若波罗蜜为母，方便善巧为夫，贪多
善财童，说善男子，菩萨中的大菩萨，也就不是菩萨中的老菩萨，也就是菩萨中的不退转的菩萨。所以叫摩诃萨。那么这个大菩萨，他以这个般若波罗蜜作为母亲，菩萨是从般若波罗蜜生出来的，所以这个智慧就是菩萨的母亲。那么这个大菩萨又以方便的法门作为他的父亲，以方便法为父，檀婆罗蜜为乳母，檀就是布施，布施内思头目脑髓，外思果成妻子，内思一切习气毛病，外思一切的文字般若，观照般若，来教化众生。这个施波罗蜜为养母，施就施罗，施罗是梵语，翻译过来呢就是戒律，就是持戒律，持戒律也能得到彼岸。菩萨呢，他就以持戒律啊到彼岸作为他的养母，保养他的母亲，禅体波罗蜜为庄严具。那就是人生人法忍，无生法忍，作为啊菩萨的庄严具。勤波罗蜜，勤就是精进，是勇猛精进，只有向前修行而不向后退转，这是啊作为菩萨中的大菩萨养育者啊，也就是啊生养的个父母。禅波罗蜜，禅就是禅呐、此言叫思维修，又叫静虑。这个思维修也好，静虑也好，就是啊教你不要打其他的妄想，一门深入，不要乱打妄想，这作为啊这个菩萨的顽着人。顽着就是啊也就是洗着啊。孔子不说过，说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啊，这个水清呢，就可以洗一洗这个戴那个帽子啊，那个缨子。
那么水要浑浊呢，就可以洗洗脚。那么这个禅波罗蜜，用这个禅波罗蜜啊来常常完濯自己，啊，也是完濯善知识，所亲近的善知识为教授师，作为自己的这个教授的老师，一切的菩提分啊，这七菩提分为伴侣，作为自己的伴侣，一切的善法呢为眷属，作为自己的眷属，亲戚朋友六亲眷属，一切的菩萨呢就为自己的兄弟，为这大菩萨的兄弟，菩提心呢就是作为啊自己的这个家，菩提心就是自己的家。如理修行，依照这个真理来修行，就为啊自己家里的这个家法啊，家庭教育，诸地为家处啊，诸地啊，啊，就是啊这家的一个处所，诸人为家族，所有的一切的人呢作为自己的家族，大愿呢作为啊这家的一个教训，啊，满足诸横啊为顺家法，啊，等啊一切的横门都修满足了，修圆满了，这就是啊顺承家庭的这种法规啊来修行。劝发大乘为少家业，劝其他的众生，令其他的众生来呀、修行，这就是啊少龙自己的家庭的这种事业，家庭的这种的成就。法水灌顶一生所记啊，法水啊，佛的法水来给灌顶，这是一生啊所记，就是一生就成佛了啊。菩萨呢就为王太子，就为那个法王的太子，法王子成就菩提嘛，就为啊能尽家族，就能啊啊把自己的家族都治理好了。那么要能这样子呢，就是啊菩萨的境界，菩萨中的大菩萨的境界。善男子，菩萨入世超凡夫地，这个菩萨呀就是这样，就像前边所说这种种的道理，这个大菩萨能超越这个薄地的凡夫这个境界，他这个地位入菩萨位啊，正得呀正入这个菩萨的果位，生入来家，他呀生在佛的家里去，住佛种心，永远呢都住于佛的种心，能修诸恒啊，还有能啊修一切的菩萨所修行的恒的，不断
三宝啊，他能续佛慧命啊，永远的少龙佛法啊，继续这个三宝常住于世，善能守护菩萨种族，又能啊善于守护这一切的菩萨的种族，菩萨的眷属，净菩萨种，又能清净菩萨的种子，生出尊胜。生到什么地方都是特别尊胜啊，无主过恶啊，永远呢也没有一切的罪过和不善的行为，一切世间天人模范，所有的世间三界里边的欲界、色界、无色界，和这个天上的天人，和这个天上的天魔，和大梵天王、沙门，和这个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个沙门，和这个修清净恒的这个婆罗门，啊，恭敬赞叹，他们都啊恭敬赞叹这个菩萨善男子。菩萨中的大菩萨呀，生于入世尊胜加矣啊，生在佛家了之后，知一切法入影相故，他知道一切法呀本来也都是啊好像影子似的，好像所照的这个像一样啊，于诸世间，在这一切的世间呢，无所恶见啊，无所恶见，恶啊就是讨厌啊，见就是啊看不起其他的人，他把什么啊都看成平等。这个菩萨呀不见众生过啊，他都啊往因果上会啊，这个一切他的知因达果，知一切的法如变化，他知道一切法呀都好像在变化，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天地间万事万物有情无情，没有一样不是在那说法的，不是在那儿啊教化众生。于诸有取，于这个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有，这个诸取无所染着啊，他没有一切的这个情情爱爱的这种染污啊，没有这种染照啊，知一切法无有我处啊。为什么他不染照呢？他知道啊，这一切有为法入梦幻泡影，入露与入电呢、啊、这个没有一个我的存在，所以啊他能扫一切法，离一切相啊，见事行事出世界，见事迷失堕沉沦啊，众生心无黑暗，于大慈悲以取幸福，是不搅劳苦，了达生死了如梦空，应
时时刻刻都要教化众生，虽然时时刻刻他来教化众生，但是啊，他的心永远也没有培养的时候，也没有啊，说我啊，教化众生已经够了，不再教化了，没有这种的培养的心。为什么呢？因为他常常啊，就是用这个大慈悲这种的思想啊，为他的体性，为他的本体。既然慈悲，就不会有黑暗，要有黑暗的时候，就是不慈悲了。所以菩萨教化众生啊，心无黑暗，常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为他自己的这种体性，摄受众生啊，他不是用这个压迫强制的手段来压迫众生，他是用这个一种慈悲的心来摄受众生，不搅劳苦。他什么时候自己教化众生也不觉得辛苦了，为的呀，我做的功太多了，了达生死犹如梦。菩萨呀，他明白这个生死也就等于啊，好像梦一样的经一切劫，而我